破耳膜的尖叫声都是因为小鲜肉天团 Special 驾到啦。会唱会跳的小鲜肉谁不爱？ Special 举办粉丝见面会，现场阵仗可是超级大哦。 Special Number One，撒金粉仪式上，人家是撒在板子上，我们 Evan 竟然撒在自己身上，弄得全身亮晶晶啦。是我自己碰到我自己，是我真的我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，反正就是以为很帅的，慢慢的到，结果风一吹，满脸都是粉。对，想耍帅，想耍帅，结果是出了个球。对，真的是又呆又萌。要和那么多粉丝亲密互动，自己身体有没有练练啊？体力吗？因为其实我们最近都有在跑宣传通告，那在精神状况上一直都保持在巅峰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好啦，祝你们见面会顺利，越来越多粉丝爱你们爱不完哦。有苦全娱乐，小编也爱小鲜肉，台北报道。震破耳膜的尖叫声都是因为小鲜肉天团 Special 驾到啦。会唱会跳的小鲜肉谁不爱？ Special 举办粉丝见面会，现场阵仗可是超级大哦。 Special Number One，撒金粉仪式上，人家是撒在板子上，我们 Evan 竟然撒在自己身上，弄得全身亮晶晶啦。是我自己碰到我自己，是我真的我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，反正就是以为很帅的，慢慢的到，结果风一吹，满脸都是粉。对，想耍帅，想耍帅，结果是出了个球。对，真的是又呆又萌。要和那么多粉丝亲密互动，自己身体有没有练练啊？体力吗？因为其实我们最近都有在跑宣传通告，那在精神状况上一直都保持在巅峰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好啦，祝你们见面会顺利，越来越多粉丝爱你们爱不完哦。有苦全娱乐，小编也爱小鲜肉，台北报道。